好，右手边，现在双猪要合体了。好，左边看一下。好，左手边。OK 吗？那我就让他们两个一起合照。好，我们再欢迎嘉玲。来，两位一起。哎，今天两个是喝喜酒的造型。好，那个爱心再低一点点，不然会打到脸。对。好，我们视线一样，先统一起左手边开始看齐。好，左手边，然后慢慢的每一台相机我们都留一次的视线给他们。那我们同时间也可以考验大家的视线目光是不是这么的有默契，因为待会两个要很有默契的有一个组合，这个组合也是他们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而是第一次的组合。来，最右手边。好，各位摄影大哥，其实我们今天大概有800件道具可以慢慢拍。好，来，我们现在换下第二个道具。第二个道具其实就是呢，每一次来参加红星之位的公益活动，当然不忘了还是要呼吁可以随手做公益，透过小小的零钱累积成为一个大爱心，然后让这些有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孩子们能够得到三餐的温饱，同时健康成长，快乐上学。然后那个零钱要往前倾下压一点点，其实意思是这样，这样子比较不会反光。对，所以你还是打个招呼好了，先自我介绍一下。你好，大家好，我是 Paris 蔡嘉玲，我来自马来西亚。哎呦，来自马来西亚到台湾跟大家一起过圣诞，机票有点贵哈。我已经定居在台湾。定居在台湾，哎，待会来好好聊聊怎么会定居在台湾。嗨，大家好，我是 Carty 纪怡玲，我来自台中，高铁票比较便宜。高铁票比较便宜哈，所以今天两位要一起联手做公益嘛，要不要讲一下今天的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好，其实今天呢，就是主要是要陪小朋友，然后呢，我们也用我们的一起结合我们的长才，要带来一首非常棒的歌跟小朋友一起分享。那这首歌呢，会带给大家一个小惊喜，就这首歌是。两首经典的圣诞歌组在一起，那是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还有 Last Christmas。可是我刚刚在听你们彩排的时候，你确定孩子听得懂英文啊？他们的程度现在好像还在学龄前。没有，就是可能就是圣诞的经典歌，然后听了旋律就觉得很开心。当然我知道说今天圣诞节啊，其实平安夜是一个非常充满祝福的一个夜晚。那可是呢，我们今天圣诞节又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事情，我相信两位一定有很多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听说两位都出新专辑，对不对？是，我们两个都刚刚创作专辑，然后我在11月30号刚发行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叫做纪怡玲。其实跟我的名字是有点谐音，我叫纪怡玲，对，因为我金鱼脑，所以呢就把这个谐音叫做纪怡玲。那主打歌呢，就是一个在描述一种你想要忘记过去，全部归零。刚好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2019年全部的坏事情都归零，2020年重新开始。可是我现在就很好奇了，既然是讲纪怡玲，是，那名字又叫纪怡玲，可是你怎么考到变成高材生台大？就金鱼脑可以考到台大，就是考前赶快暴风奖，然后考完就会真的忘记，是，很可怕。所以你还记得当时考试的题目是什么？完全不记得。然后因为是园艺的关系，很多人就问我说：“哎呦。”Kirti， 我这个草快死掉了，对，我这朵花怎么办？你救我一下！我就说，好啊，然后我就赶快去问同学，赖同学，因为我真的全部问光光。哦，所以当时你真的是有学这种怎么救花花草草？有，是有，例如说什么叶片周围枯萎啦，或者是从中间白化啦，各种像怎么样对症下药，其实都学过，但是我就真的忘光光了。所以你家的应该是没有植物吧？我家只有仙人掌。好，那个不用照顾就可以活很久。浇一点点水就好，这样。那我也知道说你其实，在整个音乐路上走的一段时间，要不要跟大家讲讲？哇，听说10年是吧？对，这中间呢，其实一直在创作，然后也一直在等待机会。中间就是有参加一些比赛，然后有继续驻唱啊，或者是做一些教学。其实就是一直让自己努力，不要离音乐这条路太远。然后终于在2019年可以等到一个发表自己全创作专辑的机会，我觉得非常的感谢。那我觉得你以前的圣诞节应该过得这么开心。也没有啦，之前的圣诞节比较多是在工作中度，就是让大家开心而已，然后自己拼了命在那边赶场，就到处
骑着机车，然后载着吉他这样到处赶。但我觉得今年的圣诞节不太一样。今年不一样。因为以前你都唱别人的歌，今年可以唱自己的歌。对，而且刚刚台上适应的时候就君如妹妹她就跑过来很开心跟着跳，然后就说天啊姐姐我要跟你一起，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得到很正向的回馈。是，所以这个对你来说今年圣诞节真的就是属于难忘的圣诞节了啦。但我知道说以前你过圣诞节的时候好像小时候要写100多张卡片，就对朋友很多。对，幼稚园还有国小的时候很喜欢手写卡片，我自己也很喜欢手写的关系，所以就会写很多很多的卡片送给我每一个好朋友，然后就写到自己觉得、哦、每次到圣诞节就好像交功课一样。所以今天就变成创作女生。对，我直接用歌曲来代替我的文字，把更多的欢乐散播出去。所以就是鼓励大家以后要做创作的歌手，一定从小就要先写节日的卡片来写，对，写个100多张，然后接着长大就可以当创作歌手了。因为里面都写一些很浪漫的祝福。对，我而且每一张我都要写不一样。那有没有收过什么特别的圣诞的礼物啊？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一个很好的女生朋友，她在圣诞节的时候亲手织了一条围巾给我。然后最让我感动的是她的卡片里面写说，她就说：“怡琳，我知道你选择一条可能旁人比较不会理解的路，对，然后可能你一路上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所以希望这条围巾呢，她每一针在打的时候都放了一句鼓励的话进去。她说我可以在日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围着，这样想到说身边其实还有很多支持我的朋友，那我。”那我比较好奇是他自己亲手织了一条围巾给那你织了什么回他？我就写了一首歌回送他。哦，那等一下我也去织，拜托你，我织2条给你，给我2首啊。没有问题。哦，这么好哦，用一条围巾，然后可以换一首创作哎。因为就我觉得是心里头充满了满满的感谢。哦、我们昨天去买圣诞礼物买了很多，帮我留2条。是不是？等一下马上写一首给你。哦，这么感人。好，那其实真的是很特别。那今天要陪孩子一起过嘛？那有没有需要先祝福孩子什么的？有，我希望你们可以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平平安安，永远都记得自己内心中最纯真的那一块。因为我觉得每个小孩都是一个小大人，然后其实我们每个大人里面心里头住一个小孩。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这一块。哇，那其实你自己也算是个大小孩了。我觉得我是。那你的圣诞愿望嘞？我的圣诞愿望，我今天想要把我的圣诞愿望分给小朋友们。就我刚跟他们就是有短暂的相处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好希望他们可以之后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像今天这么开心。那还不简单，待会等一下我们的社工伙伴们待会结束，孩子们就送到他家去哈，然后接下来每一天都跟你在一起过得这么开心。好，我也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常常跟小朋友聚在一起。对，我自己也很喜欢跟小孩待在一起，我觉得每个人都很纯真善良很可爱。对，因为我知道说你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然后包含在学习的道路上，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其实家人给了你很大的支持。对，又感谢有他们，所以我才可以这样子自由自在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像以前我也常常每年都会去家扶中心陪小朋友过庆新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相处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收获。哦，好吧，那这些孩子的未来梦想就这样，因为他家可能比较远一点，他家要去马来西亚，就机票钱比较贵一些，那我就留在台中好了。我们一起坐那个高铁，等一下坐高铁回去这样。好，我们谢谢金怡玲，谢谢。那我们现在再来跟嘉玲聊一下好了，来到台湾的圣诞节，跟在马来西亚的圣诞节有什么不一样？还有你在澳洲读书，那澳洲的圣诞节嘞？澳洲的圣诞节非常非常的热，对，现在好像要快50度了，所以呢，那边的圣诞节的话，他们都是在吃冷盘沙拉，然后就是在外面烤肉，就不太一样。外面烤肉已经肉根本不用火烤，對對對對，直接用日光照射。对，有一些地方可能就是把一颗蛋就是打在地上就已经熟了。熟了这样子。对啊对啊，因為所以这个是澳洲的圣诞节。对，那马来西亚的圣诞节有没有一些特别传统？马来西亚圣诞节也很热，因为那边是赤道国家。可是我们自己的家呢就比较特别，因为我们会过圣诞节，对，所以我们自己会有像挂那个圣诞袜啊、欸，然后我们会煮大餐，像因为我有3个妹妹，我们是4千斤，所以我们会一起就是每一个人做一道菜，哦、对，所以我们都会有我们家庭的圣诞的那种大餐。那做菜之前应该会先协调好你要做什么，就是、对对对对，不然4只烤鸡一起端上来。没有没有，我们就会就是自己就是 line 一下或者怎么样，会想说，哎，我们今天要做什么？然后这个圣诞节哪一个比较特别？对，特别的有拿手菜之类的。
那讲到吃的，我们现在就要来讲讲你今年的圣诞节也是有新作品的，也是一个很棒的圣诞礼物，是可以分享给你的一个粉丝朋友们，当然也是自己啦，对不对？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对啊，因为我上个月也发了我的全新创作专辑，叫《小心眼》，#Soul Filter， 就是 Soul Filter 是灵魂滤镜的意思。那这张专辑呢，是讲到很多人会想说，哎，为什么会讲到小心眼？因为小心眼比较有负面的一种意思，可是其实我们想要表达的是，你用你的心的眼看这个世界，让你的心有多宽广，你的世界就有多宽广。所以你的灵魂到底是用什么滤镜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其实这首歌也跟你当初好像来到台湾第一首的创作曲就是这一首歌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写的第一首歌。哇，那我还是要问一下好了，因为你跟他比较不太一样，他是单身一个人，那你的圣诞节应该比较热闹吧？家里已经孩子很多了，就这样。没有，就是会有，就是一个小孩。对对对，还有跟老公，所以这个这个圣诞节的话，我们就是待会就有圣诞大餐。那像现在小孩子比较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制止他，让他们可以安静？谢谢。我觉得就是要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很多时候就是耐心跟聆听，然后他们就会很比较容易顺，而不是用比较硬的方式。通常如果跟硬的方式跟小孩来，他们都会硬回来。所以我不现在不能跟他们讲，哎、欸，你们安静一点好不好？你看他尖叫了，有没有？我硬一点，他就尖叫了。对，就是这样子，果然这样。所以你会把你的创作第一时间让孩子听到吗？很少吧。可是他都会唱啊，像最近他，可能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就会走过来，像这样摇摆这样子一起。哎呦，变成小小跟，如果以后那个开演唱会的时候，他就可以当一个特别来宾。希望啊，希望如果他那时候有受控的话，可以。那还是放弃好了。那我知道说呢，以前过圣诞节都是收到礼物嘛，或者是送人家礼物，今年会不会收到家人给你的礼物啊？我的家人们已经在开 WhatsApp 的群组说，哎，到底你要什么礼物？然后他们要什么礼物？所以已经把它列出来了，所以准备好说，可能过年的时候再补给他们。那你自己给小孩的礼物会是什么？自己有冰雪奇缘的拼图，很多拼图。就现在小朋友最夯的电影。对对对，因为他真的很喜欢，他去看的第一个电影就是在电影院看第一个电影就是冰雪奇缘。对，所以你在家真的会把他打扮成小公主这样子？没有，他是男生。那把他打扮成小王子？没有，还是雪宝。去那边的时候，我问他说，哎，你喜欢哪一个角色？他就喜欢那个男的 Crystal。我以为他就喜欢那个女生，哎，年纪小小这么成熟，上道。没有。好，那当然要讲一下你自己的圣诞心愿会是什么？圣诞的心愿，希望就是可以跟家人好好的，这段时间会比较忙，所以可以花时间跟家人一起，就是过了一个蛮有，就是比较有轻松跟有耐心的一个圣诞节。哇，对，这其实压力很大，我觉得你要多学学。让将来以备不时之需，先做好心理准备跟建设。对，那我想听听看，就是以一个自己是为人母的身份，然后去祝福小孩子的部分，你觉得孩子需要的祝福会是怎样？我觉得孩子很多时候就需要你的耐心。我觉得是第一个就是耐心，因为如果说跟24小时跟小孩处的话，相处的话，其实并不容易。对。可是有那个爱心跟可能从他的那个观点看这个世界的话，是，你就会真的比较容易相处。因为就是想说，哎，他的观点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反应？而不是说，哎，你一定要这样子做。对。哦，好，那大家其实真的好像你刚刚讲到很重要，真的有家里人的这种100%的关心跟耐心，跟少了很多家长家里人给他们这些支持跟动力的孩子真的是不太相同，所以得靠你们两位大姐姐来帮帮忙了。对，希望 你根本不是大姨，你是干妈。干妈。刚才有一个弟弟，就小弟弟直接坐过来之后，就想到说，哦，好像我孩子这样子，要就是直接抱起来这样子。好，那我知道说今天两位也为了孩子们还有现场所有的媒体们做了一个圣诞的主曲嘛，两位是第一次合作，哎，是不是第一次？的时候还有点累，然后就一直很努力想要跟上对方的角度。但是其实我之前就很欣赏嘉玲的作品，他每一首歌我都有听，然后我很喜欢他那种就是创作也很有生命力，所以今天要合作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点紧张，因为要跟一个这么棒的女生一起合作，那效果很好。
好，我自己觉得很棒。那嘉玲呢？他都这么称赞你，都说每一张专辑，那你的专辑每一首歌他都有听了，那不能输，回一下。我真的有听啊，我有听他整张专辑，然后我会觉得说，我很欣赏那些会弹吉他的女生。其实他也很欣赏会弹 keyboard 的女生。对，我们互相欣赏，我觉得这一次很互补啦，因为刚好他就是在弹吉他，我就在弹琴，然后因为我就一直都很想要很就是顺利的弹吉他，可是没有很成功，因为就没时间练。对对对。那不然这样，既然玩那么开心，今天角色再互换一下好了，待会你就负责弹 keyboard， 然后你去弹吉他。圣诞节嘛，没关系，欢乐就好。好啦，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然后来带来这一个很棒的组合《圣诞组曲》。好，这首歌呢，在我收录在专辑里面叫《I See You》，然后这是其实是我高中写的一首歌。那时候我会选择唱这首，是因为那时候就是一个年轻的少女，然后觉得说，哎，我可以不可以往前走在音乐这条路？觉得好像自己自信还不够，然后真的我才华够吗？我就一直在怀疑自己。然后那时候有一个高中的朋友，他就鼓励我，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就觉得说，哎，你看不到自己，可是我看得到你，所以我看到你就是身上的每一个就是特质，然后看到你的才华，所以就鼓励我往前走。所以今天我就在这里，所以送给大家 I See You。Yeah， 这个我两个好朋友他们结婚的时候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叫做 Yes I Do。 其实就是那时候他们跟我说 Kirby 在婚礼上帮我唱一首歌好不好，但是拜托不要再唱那些常常听到的，请你唱一首越冷门越好。然后我想说，好啊，你要冷门歌是不是，那我写一首歌送你们最冷门，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在他们婚礼上面首唱。然后后来很开心跟乐人频道有合作这一首歌，然后跟 Suzuki 的重击有合作这一首歌。那这是收录在我专辑里头，也是整张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其实呢，它是一个 happy ending， 然后我也很希望大家在人生中都可以找到一件事情，是你很坚定、很愿意跟他说 yes I do。好，他们刚好都马来西亚的好朋友。那这个时候你台中就在中间好了，好不好？好，来，我们三位一样视线先从左手边开始看起。好，再慢转中间。好，再回到来一起比爱心耶、yeah！ 哇，哎，这时候我真的怀疑纪凌待会一定要把他带回家，你看他的爱心比得多好。哦，他还带你去上厕所，那你待会带他坐高铁。好，好，看一下正中间。好的，那我们先谢谢我们红星这位的秘书长，先谢谢他。待会等一下，一人有两大袋的圣诞礼物哦。好吧，一人一袋啦。我刚刚是说一个人有两大袋的圣诞礼物要发。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拯救他们，就让他们自己台上自生自灭啊，自己活着。啊，那你们现在玩起来，我要怎么收尾？他们来交换饼干了。可是我觉得啊，你们都没有问小朋友要不要送你们圣诞礼物哎、欸，有没有要送姐姐礼物？有吗？你要送姐姐哪一个？里面有一包最小包的给他就好了。姐姐减肥不吃那么多零食。那他送你什么礼物？他送你小熊饼干呢。哎，他也是送他小熊饼干呢。你也有哦。好，那我们现在就先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礼物拿走好不好啊？他们每个人都拿到礼物了，我怕这个礼物没有收回来。哎，你那个不是送给姐姐了吗？怎么又拿回来？真的是拍照道具就是。好，那我们也跟我们小朋友也一起拍一张照好了。来，我们跟小朋友再一起拍一张照，蹲着好了。好，你还没回家，你还别迷路。好，路来，好。这是钢铁人吗？对，钢铁路。好，我们看一下前面，耶、yeah ，不要被小朋友挡到哦。你想去哪里？迷路了。像这种时候，我们都不需要出去救援，因为这边有正统的家长在，我们干嘛去替他救援？好了，好了，三位就好了。好，
那你去找姐姐，你去姐姐那边，快快。你这只大的鱼，好，你去就好了，好，好，快快快，好。他很喜欢我这边。好，来来看前面，看前面。好，看前面哦，开心一点。来这边，一起看前面这边。那不然问一下雪宝有没有要亲姐姐一下？雪宝，他确定他是雪宝吗？拿着这个拍照，好丑啊、哦，好丑啊、哦！因为是戴着好丑，就不早讲，早讲不拿出来啊。对，礼物是拿上去给他们。哦，上去 shopping 玩的感觉。要不要先讲一下今天的活动是出席什么活动？好，我们今天是出席呢，担任红星智慧的爱心大使，陪小朋友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圣诞节。那两个人最近都有发专辑嘛，对不对？要不要讲一下，介绍一下自己的专辑？最近上个月发的专辑是全新创作专辑，叫《小心眼》。好，大家好，我是 Kirky 纪忆林。那我在11月30号刚发行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纪忆林》，刚好是我名字的谐音。但两个人都刚好发专辑，可是今天却是首次的合作，然后为了公益，对，要讲一下合作的感想。我非常开心可以跟嘉玲合作，因为我很欣赏她的作品，然后今天也很开心可以借我们两个人的长才结合，然后一起用音乐来传达爱，让小朋友感受到更多的温暖。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跟朋友一起玩音乐，觉得说音乐不应该是一个人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一次有这个机会，就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更有就是算是爱的一个结合、哦、所以呢很开心可以跟纪玲一起就是做这件事情。那今天挑选的歌曲曲目也很特别嘛，为什么会选这两首歌做这么棒的组合？好，一开始会选 Last Christmas，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台湾的朋友都好喜欢这首歌，他们觉得每次想到圣诞节就会想到这一首，所以我想说好，那我们其中一首就用 Last Christmas 好了。然后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其实也是 Mariah Carey 的很经典的25年的歌，他今年才又发了一个 MV， 就是来庆祝这个，而且又是好像是榜上 No.1 这样子，对，很特别，所以我想要，其实每一次圣诞节都会唱这首歌，所以想要把它连接在一起。那过圣诞节的这些时间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圣诞节，或者是难忘的，或者是在圣诞节被整啊这样子？我最难忘的应该是因为过去的圣诞大部分是跟朋友或者跟家人一起过，或是工作中度过，但有一年我就只身一个人去纽约过圣诞跟跨年。然后在圣诞节当天呢，我就去洛克菲勒中心那边看全世界最有名的那棵圣诞树，当下就身边围绕来自各国的人，然后有情侣，有家人，就是那种爸爸肩膀上扛小朋友的，还有老夫妻手牵手。然后当下虽然说我身边就是围绕全部都是人，非常温暖的氛围，可是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么寂寞，然后我想要在旅程刚开始就要回家。对，我那时候是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感觉。然后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们觉得好像节日是商业的，可是那一次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说，其实平常我们忽略到很多身边的一些小幸福，节日其实是一个很好提醒自己从那个麻木的状态跳脱出来的一个好日子。所以也希望大家记得今天圣诞节要跟你爱的人说一声圣诞快乐。对，那我呢是其实最有印象的圣诞节是一个比较悲哀的圣诞节。对啊，因为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妈跟我说，你在澳洲反正夏天就不用回来吧，省一点钱，然后就在那边工作这样子半工半读。那我就说好啊，可是我过了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就一个人在过，又觉得要上班，然后又没有家人一起过。那时候我觉得我父母也很想我，突然就说哎，那你明年还是回来好了，因为就是今年你没有回来大家都很不习惯，所以其实好像你说一样，这些小确幸就是这个小幸福，其实都不是小的，都是很大的，对，都是很重要的。跟家人一起过真的是幸福无比。那要不要讲一下圣诞愿望是什么，或新年的愿望？好，那我今年圣诞愿望，就今年很开心圣诞节是跟小朋友一起过，所以我要把我的圣诞愿望送给他们。我希望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呢，可以一直保有自己的赤子之心，然后保持最初最初的那些想望，千万不要忘掉这一点。我的圣诞愿望呢，是希望每一个人其实他们的人生中会有人看到他们特质，然后像有人看到我一样，我也希望可以把它传播出去，就是希望有人也有看到你，然后希望我也是成为一个也看到你的一个人。I see you. 对。OK 啊 ，OK 啊。好。